聪明人呐，荀彧也是，知道曹丕得罪不起，曹植那边也要奉承着，可他们都不出面，却把你一个小书生推到了前面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啊，那是因为你的命不值钱。这就是官场，这就是官场。总得有人做先驱，去探风向，去赴死，好让那些躲在后面的人捞些好处。儿子，你是聪明还是傻呀？啊，爹，儿也不想做别人的手中刀，但经了这么多，我想明白了，总得有人辟出一条路来，好过大家一起淹死。而去跟随中郎将，也是为了咱们家。何况，曹子桓真的拿儿当朋友。我不管他拿你当朋友还是利刃，你爹只知道，只有你爹是把你当儿子。老爷，公子回来是件高兴的事儿，您怎么还眼泪汪汪的呢？这几日您没好好吃顿饭，我去给您做碗鸡汤粥吧。我去，有点汤就行了，肉给时儿和赵儿留着。